My strength is yours. If it must be done. 你先 A 啊，你先 A， 你先 A， 我洗兵了，你先 A。I'll do my best. We will share our way. 就前面你中路呼火怎么回事？How can this old one help? 有这种事？那如果那只是前景的话，那个你还是靠自己吧。什么意思？要打手枪是不是？他是卖战嘛，买鳞片加加回魔刚才。我至高无上的点法吧。欧影跳了。哦，他看到我，啊，赶快跑我！我给你快点，给你撑，给你撑，三分钟，我去别的地方了。我他妈勾到中忍了，操！竟然还有中忍呢！你有一吗？CD 等一下，刚刚去吃冰了，我可以骗他、啊。不用骗，他没看啊。没注意他装，他应该去盒装了，应该是去盒装了，弄蛮久了。1.2，我扣着，好死！你跑，你跑，我再上。任性，怎么直接出到那个洞穴了？不理他，不理他。下路啊，别说到洞穴。
被分了，被经常转死啊。为什么都没语音连线聊天？没必要啊。My ancestors call. 啊，一下说我们 AT， 一下说开语音啊，一见都是一堆人的，只好不开语音玩。你没房可以打了、哦，再开语音，到时候都没人玩。没有啊，没有检举啊，是人家知道我们开语音就不给我们玩而已了。我预手。啊、所以我们干脆不改语音啊，打字也可以沟通。狼呢？为什么去啊？不是。I will do what I can. My strength is yours. If it must be done, how may I aid you? 太爽了吧！我看到了，我看到一直跟着他。没有啊，他不是我跟着他，是我突然看到他红，剩一百滴血在我面前啊。啊，有还是有 AT 可以打赢我们啊？没有，没有一定赢的啊，游戏没有一定赢，都是。操作问题，然后阵容不好或者是操作不当，没有一定会赢的。既游戏没有绝对的方案制定，除非做坏了，都会输哦。不是十字枪啊，不是十字枪和动甲，什么意思？这隐身是。一打安切墙还是安切墙？遇到太远轻怎么玩？如果你角色是撑晕就扛起来就撑晕就好了，没办法就只靠队友啊，撑不到火速就只靠队友。打被逆刃不会，我觉得一打够晕的，再打逆刃有点多了，要么就出保命，要么出伤害装。逆刃晕眩对他讲有点极热哦，他开大就晕眩。啊，找人加太原最简单，就是你找人加他，不让他推塔就好了。他没有塔推，一直吃 CP， 不会比线上的。除非你一直死哦，你一直死给他投高起来，他塔推光，他有经济他才强，没经济太原他还好。没有绝对赢的那个打法，他强归强，还是会被其他角色克。而且太原的容错率很小，犯错就干嘛？没事开杠啊！太原的容错率很小，阿果啊、小六啊都可以清啊。啊，秋山跟三线还有那个
但三线跟天啊都是扛得住，也可以扫他树人。主要他树人扫光了，他人很好，不要他上六大会躲。反正没有把握就是带三卷，先带三卷。把杠出一出，好像我就可以打了。应该说线上可以洗兵的角色都蛮克太远，技能能洗，再加火出一定洗得掉他。你就帮我上去让浓，我会浓的跟鬼。我已经快要安三加同阶。有到旁边。又猜错。不刚在下路，对，我不，哦，嗯，看到，哎呦！我吹剑呢，我吹两次，吹要死。飞天中国大了，没招了。现在都可以顺秒了。抽到，好。
报。是他都会绕那个点。厉害了！在拿装备。没事，我还有 R 到他了。哦，难怪很奇怪的，好像导航在我眼中出现，这每个都带跳键，什么意思？被害死。啊，是因为角色对到你说谁黑田吗？没必要啊，黑田推塔快而已啊，他很软啊，他还是。痛欸，他怎么想当狗打？途径一，确实啦，他第二招是蛮缓的，可是再看看哪里没辙啊。他想要一直烧打，他就很软了、啊。那、啊、他如果撑一，他就烧很慢、啊。你就跟他换塔，不要理。用两。上看可不可以查？直接出三张。
因为黑田街通常要蛮贴脸，所以像他刚这样，他有没有开抗都是两枪到三枪。哦，我是因为没打别，不然他不会死。哎，没办法。我好像没人，刚下了两只钢火前，服部下。对啊，都没有人了。正信跟那个鸟居钢火，黑田钢火。How can this old one help? I'll do my best. My ancestors call. I will do what I can. We will share our ways. I again. My ancestors call. An allied champion has fallen. We will share our ways. I'll do my best.我不知道为什么当不拆啊，不是，我是死掉，我没得拆啊，当不拆不是我的问题，不行。没到，没到。哦，嗯，被害死。Ancestors call. I'm needed once again. I will do what I can. I will try. I'll do my best. If it must be done, I will try. I'm needed once again. 全部都在中路。Strength is yours.
How can this old one help? We will share our ways. How can this old one help? I will do kill. 啊，被破魔。日本号有什么功用？日本号攻速加到最顶啊！吸血是比吞阵多。没有，纯正52%。这把只有看下几发，八，八，我们会把吸血弄掉这白痴。那我刚刚是三杀。If it must be done, I'll do my best. 特殊爆发物理型角色才需要，是你要瞬间高伤害，你很缺高攻速，但是你不用一直高攻速，通常不需要那么高攻速，可以不出五四符。他还是比武士服贵，而且只加纯加力量，250%是这游戏加最多的，村镇只加180%。然后出什么日本号吗？撑血量用的吧，不一定要出。然后其实不太缺骨，真敏捷的东西够高哦，速度也是加100。哦，没有，是因为我攻击太高了。我绿字刚按下去还要再加30或300哦，太少了，而且有暴击了，还有暴击。最简单的计算方法就是三只乌龟的血量，把1445乘3，然后除以五，就是1445乘1.5，就是大概我会一下。速度啊，攻速加100的速度。啊，速度啊，就速度啊！How may I aid you? If it must be done, we will share. 贵又没必要吧，因为现在加攻速的装备是真的很多，不一定要穿。除了少数几只攻速本身就很低，好，啊，性价比高啊。剑打一打也去爆炸，看一下，轰，不太会吧？那个我觉得应该是人混。我怎么就很少遇到野区？当然有朋友一起玩是比较不会遇到啦。爆炸这件事情要看你杀人家推塔，队友也会有经济。他们都不打大会战，不会开打。
然后全硬的、欸、神经病哦、喔。被光哦，被光哦，两只还是三只呀？玩法应该说每一种玩法都会有被相克或者是被克制的道具，也没有哪个方式是。哎、欸，原来我没大绝啊！我会爆啊！我以为我有大绝。哦，我想说，我以为你可以，我才不跟呢、欸，不想为他开大。下面还有一只正性，害死了。王八，我刚好像不用射他。刚好像不用射正性的，那个谁。应该都被我烦死，无所谓吧。不赢了，不赢被烦死。他活着，他也不能拆塔，跟死了没什么差。是，他买大眼，他买大眼，他砸上路650啊，那砸多久啊？我砸四台比较好。他一直在砸、啊。有，我看到了。你看，他砸了，砸不出所以然、欸。他砸哪里啊？他砸这里啊，就是上650、啊，他没有砸四塔。啊，我那不如砸四塔，他砸这个一直被坚守掉。没什么在砸、啊，没什么用啊他。因为说法球出法没有分近远，想出就出、啊，那个无所谓。是效益高不高，合不合你的角色特性跟技能组？本身 A 太慢了。啊，他就已经带这种。我被他那个到，我也被他吃掉了。我要不要吃他？我没啊，不用啊，我没啊，我就赌了。我的那个 W 还在 CD， 我刚刚要先躲阿勾的时候刚好。不是，他这个着急冲阿辉，为什么要着急回去？他不是还有 R 吗？着急个屁哦！要拆塔啊！现在三个人怎么拆？拆不了，拆不了。只是着急个。那个谁火了、哦？黑田，我有看到。有没有人可以？哎呦，我看到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吊他，他忍刀、哦，杀死。没，我死了，死了。他怎么没压到他？被蹲吗？没有啊，我压没压到他，他露馅了。好、
我反应这么好，都顶装了吧？我没东西换了，看来是要留着，不然我就是顶多换成村正打吧。真的太近了，我再换村正。我觉得好像可以。哇，这里有下人啊，所以你刚打出去的时候有被看到。刚这边有下人，他好像整龟打、欸，刚那样子追没有追死。都上去了，是不是？两只在上路，连那个抓掉一只，先死。那我刚勾远，他们不回来吧？正信再来一把。他想把掉了。你符怎么装？国钢哦。国钢无上四枪抗，这是什么、啊？没注意，感觉晃了，智障的。哦，天虫。刚好像不是被天虫弄死，不是，我是黑田的。哦，没有吧？他买我没看到。好，买了。哦，崔健啊，那个谁，不过崔健，那有多很多人。玉神砍他，我那时候已经那个前置招已经按完。预审的时候我就已经 W 按出去了，没有啊，我那波回头跑不掉，那跑不掉了。
他不打我的上人，你不去牵制他。跑不就好了，大大干嘛？就跟你讲说，我那时候 W 已经按起来，我御神按的时候 W 已经按起来，忍住已经卡起来，那个没办法。你有东西吗？没有。我们买金体了。这个很屌的。现场。装死。等你呢。I will take my strength is yours. I will share our ways. I'm needed once again. I'll do my best. I will do what I can. I will try. I'll do my best. 有人那个跳跟那个都用完了。他跑很快。不知道是不是说了他已经那个了，坚挺了。那个谁，黑铁的跳接跟忍刀被我骗掉了，然后他推上，我就把逍遥拆掉了。乌龟没有吗？乌龟休息了，乌龟明天有事情。他们有一手，笑嘞，那太好了，我可以玩他了。怎么啊？网咖时间到还是怎样？不早该跳了。没东西，完全没东西，那就算了呗。而且我上个人才来不及拉开，直接被他大直接。御神，我知道了。他，我怎么看有人乱填草？他天虫小兵就跑掉了，他很硬欸，无上怎么没了？前二 ，What you want？ 我是真觉得他大爷可以玩，大爷，你要帮他穿什么装吗？我1万5，不用吧？
按那个装就可以了。啊，哦，我要换啊，我要换尊正的，现在张旭战力太低，刚刚拉打第二波。那个唐康出了，他怎么那么穷啊？我大还在哦，刚大还在是没吸血，没办法硬。我也不知道我怎么那么穷啊，我是项目农兵农到后面可以推塔而已。他马上一堆装了。抓出第二塔，金川大招不行，大招不行，他的那个金川的大绝是召唤物，但是他是分身系的，不是召唤系的，不太一样。Is there danger? Inventory is full. Of course.I stand for the light. Is there danger? Justice shall be done. 嗯。把他把马分，他把分关了。操！你在玩是？那给你玩。哎，我没动啊。什么？我也没动啊。操！没动啊，不是我动的、啊，不知道哪个白字动的。对啊，我要买装啊！我说我脚，我要下去。我们帮他换个装一下。啊，风伤我不要你。哎，谁让我买装啊？那够不理他，不理他。An allied champion has fallen. I will share our ways. I'll do my best. Justice shall be done. Is there danger? 可爱嘞，把队友拉起来。I'm here to help. My strength is yours. I stand for the light, for honor. I'm here to help. We will share our ways. The light is my strength.I'm here to help. Certainly. Is there danger? I'm here to help. A sound. Of course. Certainly. 啊，这么简单掉狐狸山就被拉走了，早就飞走了。我黑点还在啊，黑点没招了。没办法，他人逼走了。知道，到处买。周末。轻啊！Is there danger? Justice shall be done. I'm here to help. Justice shall be done. Is there danger? Certainly. The light is my strength. I pledge my loyalty. I'm here to help. For Lord Rock, for my father, the king.
我还有 D 啊。哦，按不到东西。你 D 的时候刚好按掉，没补到光。那没办法。我而且我看那个距离是拉不到，我才那样打。他们也推不了什么，我过去随便一敲就杀完。啊、都是我硬推啊！为什么要带村镇？其实我刚那装是可以打会战的，没办法，没人推塔，我只能转。对啊。其实我刚刚有在想，小李信长，他那个装，我可以无视他，我吸血我不用。没有，他想干嘛？那个几个？三个。直接推三还来得及，好像来不及。你那只满招吗？嗯，你满招我再开神速哦。满招，直接开。那我开神速，大家直接开。那鸟居我一刀就死了。你弄不到鸟居，用鸟居吧，我要直接去。好啊。I stand for the light. Justice shall be done. I'm here to help. Certainly.A sound plan. Of course. 他很会扛。鸟居过去的哦，他有大啊。Of course. Certainly. A sound plan. Betrayal of the light. Of course. I stand for the light. 为什么我晕这么久？不知道。我后面是吃到他 R 的光环啊，不然我不会死啊。村镇那个我是吸了起来，我一直拼命 A 小兵点不到、欸，完全点不到，动都不能动。运气不好吧？嗯，按太快。他这个死有酒精不开酒精，然后 A 到自己死，这死就有点 over 了哦。你，这一直一直出来啊，这一直，主要是刚刚那样吃兵力又不到，然后补了。八十级兵力了，不然我刚完全没办法，没办法买上。不有眼，我原来有中忍，太会放了吧？不有眼，但是黑田没眼，黑田只有，好、欸，他没有死。How can this old one help? I'll do my best.抓到了。嗯，我在想要杀谁。你被忍者看到了。我来打去。哦。那光不是我丢的、啊。是我他那个谁一直丢真影啊？田野、啊。真影是我丢的，光不是我丢的、哦。不是你那里啊、哦，前面那里啊、哦，道夫部那里的时候。哦那个不是我都丢到看不到的地方，我不可能丢到阵头上，我丢到阵头上冲好小。等吧，看他们怎么推啊，然后一波会战打就结束了。
我就潜艇杀鸟狙，还是随便杀？你因为你接我们是一波结束，他们是一波结束，他们的装也是可以接。我闪一下 ，AT。我杀他，我逼他，我逼他。救不到一打，哦，救不到前景，算了，他死一死。鸟居还在哦，我没有办法在上面。所以我想说推外塔，把三路推掉吧，就是觉得一三都掉，推外塔。反正我现在这个状态，那个谁，郑信不会来跟我打，他已经死，他妈死。郑信不，换两件长船比较吸引吗？嗯，我是没必要这样出。哇，好扯，这个家伙很扯的，是真烂还是故意的？还是真烂？他是真烂，真烂啊，没办法，你会死吧？会死啊，所以我接走了。雾影要来了，不要打了。雾影来了，可是我不知道他能制造什么期待之类的，还是杀他？不行，我没有打 B 啊，我没打 B， 我刚用掉。你算早了，对了，哎，中了，你吃掉了。你刚脚下这也是中人，那太好了。所以他其实有看到你，只是他没反应过来。1000块五车没必要啊！我有吸血好好用，为什么我要换五车？之后让我吸很慢、欸。多大时间？多大时间？黑点火了，黑点火了。知道。那么恐怖啊！一直追我。玩一下潜艇。靠背啊！我在玩潜艇，怎么有人跑来 A 我？靠！他怎么没死你？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不是刚刚血剩一半还多少？对啊，他就一直 A 我。啊！太强了吧！没看到。他得杀鸟居，那一点就只能期待他所残。干嘛？只有你有御神是不是？啊、你只有你有御神是不是？干嘛？没意思。到底在干嘛？你哦。我刚好那个上下路刚藏了一波上，哎、欸，而人推上，然后下路。要正信，正信没用啊，他不会玩。手残了，手残了。啊！啊，他就站着给你 A 哦，我说你开御神 啊，他玩鬼哦，他没鬼。他刚刚被我加，他都不往后移还怎样啊？被我加成骗掉到了。
还好，我在里面有多 A 两下。